下面我们进行第四段功八字站桩功的演练和讲解。由现在的自然站立姿势变为两拳相握，目平视前方，自然均匀的呼吸。第四段功第二式，由现在的自然站立姿势变为左脚向左跨一步，同时两腿弯曲，紧接着两手由腰间向两侧冲拳发出，目平视前方，拳眼向上，拳心向前。请再看我做一次。金刚亮臂法，由现在的马步单边变为两手缓缓地落下来，马步不动，在身前绕半周，同时双手举臂，两拳眼斜相对，拳心向前，目平视前方。下一式，太师左托边，由现在的双拳双举姿势变为身向前左转90度，同时右手放在右腰间，左手由右手臂内侧穿出去，右手拳眼向上，左手的拳眼向上，呈左弓步姿势，同时头向右前方看。请大家再看我完整的演练一遍。太师右托边，由现在的太师左托边姿势变为身向右转180度，同时右手由左手臂内侧穿出来，向右前方冲出，左手握拳放于左腰间，两个拳眼向上，目平视右前方。大家再看我完整的演练一遍。下一个姿势，猛虎右出动，由现在的姿势变为左右手由拳变掌，右手上提，同时左手由右肩发出。大家再看我完整演练一遍。下一个姿势，猛虎左出动，由现在的右出动姿势变为向左转180度，同时两手收回腰间，紧接着从腰间发出来，同时两手变掌。大家再看我完整的演练一遍。右双龙出海，由现在的姿势变为身向右转180度，双脚原地拧转的同时，左右手在身体前摆动，像风摆柳一般摆向右前方，这时候两个掌掌心相对，两掌平衡，目平视右前方。大家再看我完整演练一遍。左双龙出海，由现在的姿势变为身向左转，两脚在原地拧转动，同时两手由右向左前方摆动，两手掌掌心相对，掌尖向前，目平视左前方。再看我完整演练一遍。右回身闪避，由现在的左姿势变为身体向右旋转180度，变为左虚步，同时
两手掌收回，放在自己的胸前，目平视右前方。再完整演练一遍。右乌龙进动法，由现在的虚步姿势变为右脚向前跨一步，同时左右手由自己的腰间向前发出，做青龙探爪姿势，目平视右前方。再看我完整演练一遍。左回身闪避法，由现在的姿势变为身体向左转180度，同时先变成左弓步之后再拉回来，双手放在自己的两腰侧，目平视左前方。再完整演练一遍。左乌龙进动法，由现在的虚步姿势变为左脚向前跨一步，变为左弓步，左右手由自己的腰前发出，要一打指尖，目平视前方。再看我完整演练一遍。右举旗进兵法，由现在的姿势变为身向右转90度，呈并步站立状态，同时脚尖内扣，左右手在自己身前，上下交叉分开，右手向上，左手向下，右手掌心向前，掌指向上，左手掌指向下，掌心向后，气贯通天地上下，目平视前方。再看完整演练一遍。左举旗进兵法，由现在的右姿势变为双脚不动，同样站立，同时左右手在自己身前交叉，左手向上，右手向下，仍然是左手指尖向上，掌心向前，右手指尖向下，掌心向后，目平视前方，气贯通上下。再看我完整演练一遍。海底取宝法，由现在的姿势变为两脚尖向外摆，同时右手由下向上滑下来，双手向下，同时变为马步，目平视前方。大家再看我完整演练一遍。罗汉守门法，由现在的姿势变为双脚不动，起身站立，同时左右手由身前摆动，放在自己的两大腿外侧，掌心向内，指尖向下，目平视前方。大家再看我完整演练一遍。老君观阵法，由现在的姿势变为两手缓缓地向后移动，护住自己的腰间，肾腧穴处，目平视前方，指尖向下，
大家再看我完整演练一遍。怀中抱月法，由现在的老君观正姿势变为双手由后侧缓缓地伸向前方，放在自己的胸前，掌心向内，掌指相对，目平视前方。大家再看我完整演练一遍。下一个姿势收势，由现在的姿势变为两脚微微向里靠拢，同时两手掌下落，紧接着两手由外向内环绕一周下落，落下来仍然放在两大腿外侧，目平视前方，呼吸均匀。大家再看完整演练一遍。